棒棒在第一道，比赛开始。好了，这样的话按照规则是要重还。越快相对你的反身的体重越靠前，能靠里边一点。哦，有人抢跑了。这组里边呢，确实很激烈。就比赛正式开始，王蒙非常轻松的占据了优势。这个是不对的。哦，你看，是故意的干扰，还是可以被蔡尚辉的。加拿大选手格雷格和第四道黄，来来，跑完，比赛开始。王蒙非常轻松，占据在第一位。领先起跑的是加拿大选手格雷格。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。